是一个这个世界级的一个表演哈、嗯，来自于我们的吉他手乌拉圭的 Roberto， 还有我们台湾的原住民，嗯、我们的鼓手鼓中之神，我们欢迎小白李守信。欢迎小白老师。没有，还有光华，你们好，哎，很高兴来这个这么好的节目。谢谢、哇，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哈、嗯，因为这样一把那个古典吉他。再加上小白老师的 percussion、嗯、就可以做得这么满，还有我们的 cello 大提琴，真的是很棒、嗯、来，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这么多年来的击鼓的心得啊，这个从打爵士鼓到打那个手鼓 percussion、哦、有这么多的这个给息，这么多的心得应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嗯，这个学打击乐啊，玩打击乐其实是无师自通啊、哦，这就是。但是呢，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最好的天分，节奏感。对，因为从小没有钱学钢琴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嗯、只好随手拿起东西就打。哎，结果打一打，哎，结果还蛮有兴趣的。嗯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天分呢，还是说自己后来有努力，我觉得都。让我觉得在很沉浸在这个打击乐的这个快乐里面。嗯，哇，这个难怪呢，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各个唱片的领域或是演唱会的领域哦，我们都看得到小白的这个身影。对啊，到处都看得到小白老师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天后张惠妹也指定要，除了唱麦克风要指定要小白以外，鼓手也要小白。对对对 对，小黑不要。对，我们先来谈谈那个小白老师哈、哦，有跟这么多的台湾这么伟大的歌手合作过数千场的演唱会了哈、哦。嗯。来谈谈像阿妹啦，像你合作的哈林啊，有这么多的人。嗯、妹是绝对是好中之好，哎，后中之后。嗯其实歌唱技巧大家都有了，是。
以我这么多年跟梅合作的经验，我觉得他有一点跟人家不一样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也应该猜得出来。哎，当音符一下去，一个鼓点一下去，他本来是这样，他马上会就是那个音乐一来，他的那个精神就来了，是马上就在那个里面，就进去了，就到了那个位置，对对对对，不需要准备，是这个真的是令人敬佩。对，我觉得我合作过这么多乐手，还有这么多的歌手，他是最好的。今天听大师讲话的感觉真的是很让我们受益匪浅，对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可以学习，对啊。我们除了喜欢听这个大师分享他的学艺的精神跟过程以外，我们也喜欢大失所望。我们也喜欢看他们表演。哎，没错。紧接着我们第二首曲子要为大家介绍，应该是 Beatles 的曲子。Norwegian Wood 这个是我跟那个 Roberto Zayas 是我们改编的，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雅俗共赏的一个流行歌曲，英式的摇滚歌曲，是，但是我们把它变成八六拍，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wo 的这种就是这种复合拍的一种趋势，是对，非常的有趣，然后也非常的世界音乐。好，我们马上来欣赏这首精彩的演奏曲，掌声鼓励鼓励。